剩女爱作战真实纪录片公开招募了五个不同性格背景的单身女仔，这五个女仔曾经在情路上跌倒，现在重新上路。前一集讲到婚姻介绍人 Mayling 帮五个女主角里面最有性格的 Florence 做配对，介绍五十出头的大学讲师 CK 给她识。即我第一个吧，我说要个智慧型啫，不是真的拣局搞输俾我嘛。Florence 移民地年纪大，外形唔衬佢。咁你自己你睇落去你点啊？你觉得系咪同我好配对啊？阿 Florence 有时系激死我嘅，好牙刷，好高斗，非常之难搞，好大嘅挑战。未令又见 Florence 去执靓个样先去相睇。咁如果我嗰个男人系咁在乎咁呢啲咁表面嘅嘢，咁我觉得唔系我揾嗰个咯。佢认为我唔需要装扮，我就系咁嘅样啦。你接受又好，唔接受又好，但系呢个就好蚀底。呢日人生教练兼美容达人 Winnie 带 Florence 去签睇公司。Florence 呢一次终于被说服改变形象。公司负责人 Shirley 先了解佢嘅情况。为什么想减肥呢？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呢近两年几三年，我仲即系仲体重更加升啊！本身我都唔觉得自己系特别瘦，或者即系有啲部位系其实遮到。呃到人總之永遠，但其實我骨架又細，我知道自己不應該是這個體重咁樣咯。我想問下你，即如果我哋安排你嚟減肥，你每一次嚟的開心指數會有幾多？會唔會每一次嚟都開心呢？你睇下個成，即係 in between 有冇成效咯？咁做咗哇幾個月都見唔到有成績，咁咪唔係每一次嚟都開心，每一次嚟都可能愁眉苦面，點解會咁咧？你自己有冇信心啊？都有你瘦了不代表個世界都會 appreciate， 所以其實不關係的，所以一定要是你自己覺得得益。這個是一個 Shirley 再跟 Florence 聊天，了解到她家境很好，身邊很多人錫，擇偶條件也很高，要等白馬王子出現。我現在發覺香港很多女仔很喜歡畫了一個框，那個框裡面那幅畫是填色的，即已經有了那個花應該是怎樣，那個雲又應該是這樣，你的色就一字不漏不可以填出界的，可能爸爸媽媽太疼。現在沒人愛未必是因為他們的外形不漂亮或者怎樣，主要是他們有沒有感恩啊、檢討啊、去跟個世界相就啊，不會是個世界的錯，不知道什麼原因令到他們那個自信心即好像很大，但其實他們自卑感很重。最後 Shirley 幫 Florence 設計了一個修身療程，由中醫、營養師、纖體儀器三方面夾擊，目標要他盡快減磅，以全新形象示人。這次 Florence 也全程投入，進度理想，兩個月就達標，減了十幾磅。剩女爱作战的五个女主角当中，情路最曲折最苦命的是 Gobi。 最初拍摄的时候，我们安排她去见人生教练 Winnie， 讲起自己的前半生， Gobi 情绪都很激动。 Winnie 啦，其实那次跟她聊天，其实 她那句话是好像一拳打入我的心的。你整个人是不止三十岁的状态，老一点咯。你很生气，其实生气什么？咁我嗰次係喊到 feel feel 嚟嘅，我覺得自己唔好咯。原來我一直諗緊自己啊，因為我後悔以前做嘅事啊，對屋企人啦，對自己啦。18歲同個前夫拍拖，跟住19歲就有咗啦，跟住就結婚，跟住到5年後就離婚咯。因為對方有第三者，我就覺得我真的很對不起阿媽。當時我小時候
咁細個結婚，佢都好嬲啊！即係為我流咗好多眼淚啊！咁我又好嬲過自己對自己啦，因為以前其實我讀書都 OK 嘅，咁就走去掛住拍拖咁樣荒廢學業。咁我覺得，唉，如果俾我重新嚟講，我真係會一路一路讀上去咯。離婚後 ，Gobi 自己一個人住，佢九歲嘅女兒跟前夫生活，每星期兩母女見面一次，感情都唔錯。回復單身之後 ，Gobi 都有拍過拖，不過次次都遇人不熟。我覺得性格真係好急嘅。咁如果對方對你有感覺，其實你都會 feel 到嘛。咁咧，我就會可以講後勤啊。即我女仔就一定係點講咧？男仔一個人覺得係得唔到就會最值錢噶嘛。但我就可以好快俾人得到手嘅。總之我覺得我中意你咧，我就可以瞓曬身落去噶啦。你冇錢啊，你攞最細先。但係對方唔會覺得好感激你咯。嗰時個男朋友就好中意去玩嘅，佢去玩到咧，明明佢約咗你咧，我而家要約咗人去飲酒喎。跟住我陣間先嚟揾你，玩到天光，佢先會過嚟揾你噶。咁我就話：你唔好咁樣玩啦。跟住喊啦，因為其實你中意一個人唔係咁咯。點解你要咁對我啊？你知唔知我等咗你成晚啊？咁啊，即係覺得佢係喺側邊倒頭大水咯。我激到你爆炸，即係哇！我食硬你噶啦，係咯。咁我唔需要對你特別好啦，擺明你底牌都俾我睇曬啦，你擺明好中意我。一次一次咁樣撲落地下，你都可以咁勇嘅咧，即係你仲可以諗結婚嘅，你唔應該要做修女啦。但係第二，我又覺得，我都好想有個老公啊，我都好想有個。Gobi 好自卑，人生教练 Winnie 呢日带佢去专业医学美容中心，第一步由外形帮佢入手重建自信。可能做咗牙就改善，大概可能40点。林小姐嚟讲就系病个牙齿咯，因为医生觉得可能同人讲嘢沟通嘅时候，个笑容或者个牙齿系第一个感觉系最强嘅。咁第二样嘢就系佢面上嘅太阳穴同埋呢个面颊嘅凹咗嘅位置，因为佢颧骨高啊，咁如果你有呢啲凹位，感觉俾人会好似苦啲同埋殘啲。其實醫生講我啲牙唔齊唔靚，其實我知嘅。我唔會大笑咯，知道自己牙唔齊。總之我唔會露齒笑咯，或者揞住嘴笑或者微笑咯。你真係天生都會見到噶嘛。於是醫生決定同 Gobi 做醫學美齒療程。我睇就你唔係好美觀咯，可以咁講，啲牙好美觀啊。咁即係如果係將佢改翻齊翻可以咁講啦，咁你睇落去就會即係個人舒服好多，靚好多。首先，醫生將凹凸不平嘅門牙做打磨，然後為佢度身訂做一副牙套。等一個月之後，就可以套上全新嘅牙套，改頭換面，從此就可以大方展露笑容。另外，醫生亦認為佢塊面太凹，係骨膠原流失、未老先衰嘅現象。於是幫佢注射醫學界認可嘅聚左旋乳酸，刺激佢皮下骨膠原再生，令佢睇上嚟飽滿啲、幸福啲。下一節 ，Gobi 第一次出擊，同男仔約會。
婚姻介紹人 Mayling 又安排另一次配對俾最有性格嘅女主角 Florence。呢次介紹俾 Florence 嘅係同佢同年嘅直升機公司老闆，嚟自德國嘅 Wolfgang。I didn't quite catch your name. Wolfgang. Oh, Wolfgang. Yes. My name is Wolfgang. I'm 39 years old, and I've been in Hong Kong since 11 years now. Business from Germany made me come to Hong Kong, actually. And now I'm just setting up a new business in Hong Kong. My passion is flying, actually, is helicopter flying. Okay. Have you ever been flying? Not on a helicopter. Okay. Florence 而 Mayling 之前介紹嘅男士年紀大，呢位佢又覺得點呢？外形你覺得好似年紀相若啲咯，但你話好高大威猛咁 OK 啦，即係都橫啊嗰啲咯，冇乜特別。不過我覺得 OK。呢次約會 ，Wolfgang 用自己嘅直升機載 Florence 喺西貢海岸遊覽。如果你自己係讀緊有個類似嘅課程，可能你就唔會當呢一樣嘢，你會係崇拜，因為自己都讀緊，我都覺得即係如果我自己俾錢嘅，同埋有嗰個時間可以去到澳洲飛，咁我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冇可能好似好細個嘅時候，你會好崇拜，哇！呢個係啊技師喎，好難做到嘅行業啊，即係嗰啲。So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Hong Kong? I've been here for 11 years. Huh? And I've been flying for 6 years. Oh, yeah. You're flying as a commercial aircraft or? Yes, it's a helicopter. Oh, helicopter. Accounting work? Accountant. Wolfgang 而家單身，佢話想喺香港揾女朋友一啲都唔易。I just realized Hong Kong girls are mainly quite shy. They just walk around having sunglasses, which they never take off and...It's just difficult to get in contact with them and just have a normal communication. You understand a bit of Chinese, right? Or yeah, if I really concentrate. See you. Have you been here before? Hiking or something? No, not in Hong Kong. I got my license in Caribbean, so... But not in Hong Kong. Because I don't have friends who scuba and hike here much. So my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is quite limited right now. Which is shopping. Shopping, movies. Florence is definitely a very nice girl. But again, my observation was she never took off her glasses. I haven't seen her eyes until now. So it's very difficult to establish some eye contact and actually to know what's going on. If you meet a new friend, I'm not a very active,有理無理，哔哩吧啦嗰啲，我會覺得有些少虛偽啦。但我對人我係會即係好有誠意、好真心嘅，所以即係朋友都會話：咦，即係交得落嘅朋友。但係你話做啲好即係有理無理又讚人一大番嗰啲啊，咁嗰啲有時我唔覺得嘅話，我就係講唔出口啊。約會結束 ，Florence 話對 Wolfgang 冇興趣，呢次配對又唔成功啦。拜拜 ，You find your way out 嘅。拜拜。好多女士咧係太過急進去排斥，這個唔啱，這個唔啱。香港咧有一個法例，就係你請人咧都要俾三個月嘅 probation 試用期。咁但係咧，唔知點解有啲小姐覺得自己係聰明到咧，佢坐喺樹食完餐飯半個鐘頭，佢已經知道你唔啱噶啦。嗱，你請個助手翻嚟。八九千元，但係我就俾佢三個月嘅機會。嗱，呢個係我未來嘅夫君，我就俾佢半個鐘頭。咁你都講唔通。另一個單身女郎 Kobe 係五個女仔當中最冇自信、最多負能量嘅一個。人生教練 Willie 帶佢去見專科醫生，幫佢做醫學美齒療程。如果你真係今次要諗住。去令自己嘅生命有啲唔同，你一定要做啲唔同啲嘅嘢。你冇可能諗住你做翻過去30年嘅嘢，跟住個結果會係突然間，喂可以扭轉係唔會嘅。呢啲咪即係而家都咪就係調整緊我嘅心理咯，即係覺得你唔可以咩都諗以前咯，因為以前已經過咗去，你都翻唔到轉頭噶啦。咁不如你諗下第，你點樣去改變你自己去面對將來嘅嘢啦，例如。你成日都要諗啲唔好嘅嘢，咁多負能量，人哋同你一齊都唔開心啦。
離婚後 ，Gobi 一直收埋自己，唔敢出去識人。呢日我哋安排 Gobi 去參加一個交友派對 ，Winnie 陪佢扮靚裝身。哇，我覺得幾好睇喎，影得你好靚喎，好像佢喎，總之下半身都係重過佢。太罩了，穿不到要逼罩咯。其實 Gobi 總會有很多 drama 在她的 life 發生的，我覺得她是一個 drama queen 來的。其實但是為什麼偏偏那些 drama 要跟著她呢，或者為什麼那個烏雲永遠是跟著她呢？我覺得她真的要看看為什麼，當她如果繼續都是自我虐待的時候，那她可以 expect 找到什麼人呢？我相信她只會繼續找到一些欺負她那些，蝦她那些。哇，俾個分啦，唔該，一百分。哎呀，我真係好感動啊！第一次咧，聽到你會俾一百分俾自己。雖然我呢啲我唔係走咩美女路線咁樣，但係我入邊係澎湃嘅自信行出嚟，咁又有第二隻 style。但係你係擺明就係對自己冇乜自信，咁不如你平時扮靚啲，令自己 feel good 咯。其實我而家都有改變咗嘅，即係我都唔會話成日咧都諗啲唔好嘢咯，係都會諗下，其實我參加呢個節目會唔會第時遇到個靚仔咧？Gobi 呢晚参加嘅交友派对，有二十几个单身男女嚟到呢度识朋友。两性关系导师 Santino 同两个助教专登陪 Gobi 一齐嚟，教细胆又自卑嘅佢点样吸引男士。其实咧，你有个小动作噶，头先你唔觉，我唔知你觉唔觉，你系咁样陪。其实呢啲系一啲紧张嘅反应，你咁样人哋就会。之後不會敢跟你傾偈。盡量出到街的時候咧，唔好翹手，唔好插口。呢啲咧係一些對外界咧好抗拒的行為。其實你去到溝通講嘢嗰度，你應該俾翻啲機會人哋。其實你四十五度角朝住人哋個手袋喺平放呢度試下。平放先。咁你唔好有呢啲小動作，唔好勾手袋，唔好勾手指咁。其實講嘢得嘅。咁唔好講嘢嗰時候咁樣。我自己覺得Gobi其實佢同好多。一般的女士一樣，很多時候她們因為不懂得表達，為免她們自己表達錯，那就會選擇不去表達，有陣時候選擇 reject 了別人先，因為怕自己做錯會顯得自己會傷心，又或者會顯得自己沒有矜持這樣。其實只要她們知道怎樣去表達自己，還有知道其實清楚男士亦都在個關係裡面她們想要什麼，其實我不覺得不是那麼難一回事。呢晚派對開始咗冇幾耐，就有位男士主動同 Gobi 傾偈。以前真係做飲食嘅，但係我做廠，我做咩呢？我係飯盒，唔係嗰類啦。我係做油啊，醬油。我荃灣嗰度啊？嗰個係咪叫荃灣啊？唔係，嗰個係葵芳嗰邊咧，咪有個醬。我知啊，好似豬，好似豬腸咁，我成覺得。係啊係啊係啊！嚇嚇，我做嗰度。我會教他怎樣跟人有眼神交流，應該去到那個說話的重點那裡才跟人眼神接觸，兩三秒 check away 再回來。你我跳舞打拳很厲害，他怎麼打拳？我在尖沙咀有三林道尖沙咀。其實我想我以前那裡經常會去酒吧玩，但現在就不知道，可能大個又累，反而我喜歡做運動，就是我跳泰拳。泰拳是啊，身體語言嗰度啦，唔好正面咁朝向一個對方嚟到講嘢啦，咁會冇咗女性嘅矜持。但係我個 friend 咧做廚咧，好中意教我哋整嘢食喎，好中意教我哋整嘢食。我哋喺 house party 咧，咁佢就會教我哋整嘢食啊。喂，下次啊，下次如果我落開尖沙咀，過嚟飲嘢咖啡。哇！你點啊？係係話你係咪一啲標準嘅十分美女，或者身材標準嘅十分美女？其實。重點不是在這裡，外形不是那麼重要，其實最重要是溝通那裡。剛才有個男仔跟我聊天的時候，原來我也有吸引力的，今天也有人問我電話的，因為我很久沒試過去這些場合了，但我明白是即是機會需要自己爭取的，我要出擊咯，我要出擊。下一集 Gobi 再度出擊去舞會認識一個飛機師。
另一個女主角小鳥依人的 Suki 突圍而出，終於認識到男朋友。男仔頭的 Bonnie 亦同之前在派對識的男仔首次單獨約會。观众记得 subscribe 我哋呢条 channel，like 埋条片，开埋个 notification bell， 咁就唔会错过我哋每一条新片啦。